新北市三中区的菜寮公园几年拢无征收，在地委里长以及地方民代争取之下，三中区公所得到市府景观处的经费补助，除了重新打造公园中央的特色游戏场，嘛伫周边增加运动的器材，和菜寮公园变成符合民众需求的全龄化公园。幼儿园的小朋友是唱歌佮跳舞，欢庆菜寮公园伫是由古正式启用。二十年来无修正的三中区菜寮公园，里底有个新北市议员王维源的争取之下，三中区公所得到市府经管处的经费补助，除了重新打造公园中央的特色游戏场，嘛伫周边增加体验设施，让菜寮公园变成符合民众需求的全龄化公园。这次工程除了把旧有的溜滑梯把它更新，我们现在符合我们安全规定的溜滑梯之外，那我们也有把一些长辈要使用的一些体健设施也都有把它涵盖在里面，可以说是一个全龄化的公园。感谢我们王威远还有我们那个梁金义梁里长，还有蓝文龙蓝里长就是协助我们向市府来争取这些经费。王委员议员指出，菜寮公园当初新建时阵，注重的是活动广场的使用，因此限制了游戏区的设置空间，即个总算会当突破法令的限制，增加全龄化游具，希望会当做好附近的里面。其实当初我们这个菜寮公园在设计的时候，它的这个绿化的面积比较不够，那很可能以前呢着重在这个广场公共空间的使用，而不是着重在公园的使用。那后来呢，我们好不容易这个突破了很多这个法令的限制，那改造了一部分的游具，让它可以成为这个全龄化的功能式游具。全县游戏场土地大约120平方公尺，一大厂的主题为设计，简单的大厂造型的主流中，会当出个会当白顶顶的功能，什么拢会当算到。三中区公所欢迎市民朋友加加利用。记者罗伦宏采访报道。